小龙虾，走起。谢谢。哦，哎呀，还可以啊。来个龙头。这样老铁，给大哥点个双击行不行？大海螺。弄来。太鲜美了。卡死。家老姐。给双击啊。皮皮虾。造起来。可惜不是母的，我喜欢吃母的。非常 OK， 色香味俱全。喜欢吃海鲜的老铁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来，老哥，再热的天也阻止不了我吃。葱姜蒜爆香，今天又来一小锅。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飞蟹豆瓣酱红油啊，给我去放放，爆香！哦，看这颜色行不行？乌龙、螃蟹、面包蟹、八爪鱼，啊，再吃一只。二十，少放点老抽，这回差不多了。加点香醋，来点料酒。熟了，老哥。自从上次扔了锅盖之后，我就不敢买锅盖。哇，热腾腾的这小锅，先来个小海兔。带大米的。丰富的一小锅，小红贝，别看它小，顶盖肥。到底是放了那个杯线豆瓣酱，口味也是不一般。进来的家人有多少喜欢吃海鲜的？喜欢吃的。